这就坐不住了，还有半个时辰才进霞明市，再小睡一会儿吧。 握紧，胳膊不要乱动，然后深呼吸，我要放手了。哼。 超乎想象，你进步得比我预想中快多了，确实是天生的好苗子。
其实哪怕完成了所有训练，你还要在我身边再待一段时间。在你正式成为情报人员前，还需要在我的监督下度过一段考察期。不用担心，只要和我组成搭档，顺利完成一次任务就可以了。你的能力我一直看在眼里，但你要知道，开展情报工作意味着直面孤独和压力。我们也许会在侠明室潜伏很久，时刻与危险相伴。而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关键，并不仅仅是理想和能力，而是觉悟。你很快会明白的。项链有点歪了，我帮你。好了，走吧。还没人影，可能是我们来早了。大概只是有事耽搁了，我们先。
都给老子站好了，谁敢乱动一下，立马送他上路。商会的人，你待在这儿，我过去交涉一下。啊，那是。从现在起，谁都不许离开这地方。在弟兄们找到藏在这儿的内鬼前，就算你是天王老子，都得跟爷儿来唠一唠。商会在抓什么内鬼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滚出来！别来无恙啊，陆爷。我们不过是在庆祝佳节，你突然冲进来说这里有内鬼，大家听了难免有些紧张，还希望你能再透露些情况。不只是我和我太太，商会高层要是听说了这件事，恐怕也会相当感兴趣。大老板们都不在室内，左理事，你应该比我清楚这些吧？唉，事发突然，您又在这儿和太太放松，脏活总得有人干吧？我们根据可靠线报，正在搜捕一名正恒会成员。那货真名叫严威，据传和盛华商会的多名干部有牵连，今晚装成侍者混进了饭店。哦，侍者。我们找到他时，他溜得倒挺快，但以他现在的状况嘛，应该逃不出这里。我要求不高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这样才能弄清一些事儿。这个严威到底是个没脑子的东西，偏偏往宴会这种人多的地方钻，还是他冒险潜入这里，打算和商会的哪个人在这儿接头？左理事，
您有什么头绪吗？说实话，我身为理事，没怎么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，有一事不太明白。啊？你们想抓住严威，借他调出和他有牵连的商会内鬼。可鲁爷你也知道，商会高层相当重视揪出叛徒，如果我们想有所动作，必须先要获得批准。看今晚这情况，怎么都不像是通知过大家的样子。抓内鬼要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。左理事心系商会，应该也不舍得放跑内鬼吧？那是自然，只是事情太过突然，我还想多了解一些信息，鲁爷应该不介意吧？这个嘛，机会难得，我也想和左理事谈谈心，只可惜我能透露的都说过了，倒也不是对左理事设防，只是工作面前必须一视同仁，还望你们理解。你们先把那边几个人带走。又怎样？你是？老爷太太们，冒昧打扰了。鄙人不过是个饭店经理，不足挂齿。平时饭店蒙受盛华商会照顾，不知是否可以在此提个建议？我没意见，不知鲁爷意下如何？既然各位至少会在这里过一晚，不如由饭店为各位准备好客房，这样如何？无论鲁爷想先搜索大楼还是询问我们，饭店都愿意配合。行吧，快点去准备。
你先休息一会儿，说不定明早就能回家了。我帮你摘项链，今晚的情况你怎么看？你觉得有叛徒泄密？所以你是想……目前很难出去了。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，等鲁爷叫我们去问话。如果运气好，说不定还能摸清严威的情况。这把枪你用了多长时间了？哦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4年前我开了一天一夜的车带你来到霞明市。是吗？好像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总会忍不住考虑很多。我和你说过，身为情报人员，如果想一直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就必须有足够的觉悟。为了我的理想吗？记得你以前也这么说过，
有你这份心意我很开心，但是我指的不是这些。理想、能力，这些我都能手把手教给你，但有一些事物只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靠自己磨练出来。虽说我们一直在夏明市潜伏，但主要在暗处活动，几乎没直接参与过这类冲突。上线生死未卜，组织也一时联系不上。作为你的搭档、前辈，还有丈夫，我必须为我们接下来的一切行动负责。所以在我们出发前，我想尽可能多确认一些你的想法。拿回去吧，我都看过了，你把它保养得很好。这就是觉悟，装弹，上膛，射击。我亲手教过你这些，你总能做得青出于蓝。如果我命令你现在对我开枪，你也会照做吗？是演练，你刚才也看到了，陆爷不信任我，一旦他真的起了疑心，我们会极难全身而退。万一走到那一步，你知道最快的破局方法是什么吗？互相指认，以此迷惑敌人，想办法争取时间。所以我想确认的是，如果情况危急，我要你将我供出去，你会听从命令吗？无论我的命令有多让你难以理解，你都能保持理性，谨记最初的理想不动摇吗？
明白了。这个回答确实很有你的风格。我当然会给你选择权。虽然总是担心你，但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你很有天赋。简直就像老天赏饭吃。打扰了，不知二位。是想找我们问话吗？我们马上来。随便坐吧，一会儿就好。所以鲁爷想知道些什么？要是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。哎，不用客气。其实我请二位来是想道歉。刚才有外人在，不方便说。抓捕行动提前结束了，我们活捉了燕威。左理事，左太太，我是个粗人，心一急就容易不理智。刚才胡乱大吼，确实是我做的不对啊，我给二位赔不是。所以有些事儿还想请左理事和老板们通融一下。鲁爷不必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要是实在担心，我可以再次保证，我不会把今晚的事报告上层，大家彼此理解。那是那是，左理事大人有大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还是很好奇，这个叫严威的内鬼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嗨，一只不太聪明的老鼠而已，更何况他还受了伤，没多久就被弟兄们发现了。怎么了？看左太太的样子好像有什么想问。
走，左太太能否分享一些情报啊？那您这是觉得？陆烟，我好像明白我太太的意思了。她担心郑恒会还在搞小动作，损害商会的利益。搞小动作嘛，他们确实有过不少前科。虽说高层眼下不在室内，但他们如果在场，想必也不希望我们漏掉什么重要信息。因此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再彻查一次眼眉，不知鲁爷意下如何？我们左理事，您这是？我说过不会上报今晚的事，大家彼此理解。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大多建立在一些前提上。陆爷，我想是时候放下对彼此的成见，为商会的未来合作一次了。如果我身为理事，明知内鬼就在眼皮底下却什么都不做，怎么都有点说不过去。而无论你我，都不希望工作上出差错被上面知道吧。这么一说，确实啊。这样吧，我先叫弟兄们送左太太回家。听左理事的意思，您确实愿意留下一同处理事务。当然。哎呀，今晚真是收获颇丰啊，接下来还得忙活一阵子喽。所以呢，就麻烦你们继续配合。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事到如今也不用绕弯子了，我们很早之前就有几个怀疑对象，都是商会的干部，所以呢，我们今晚用同样的说辞请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聊天。既然只是在怀疑我们，何必这么大动干戈，又是封锁饭店，又是扔破衣服，就是想闹大呀。左理事，我费心搞出那么多动静，一般人早下瘫了。在你们前面进来的那一家子话都说不利索，一个劲儿的和内鬼撇清关系，只有你们俩这么冷静，实在让人佩服。你想说什么？希望二位和我走一趟，我呢想再请教请教。请教？
光凭刚才那么几句话就觉得我们是你们想找的内鬼，你自己不觉得牵强吗？正因为过于牵强，不免让人浮想联翩。就好像你们确实如传闻所说，打着找内鬼的旗号随意抓人，先给看不惯的人安上莫须有的罪名，再找个机会铲除掉。哼，随你怎么想。毕竟对于你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从一开始就都当放屁。你们是内鬼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乱世中纷争不断，无论有没有抓内鬼一事，我都有清理你们的理由。毕竟，我们不是一路人呐。要是你再这样主观臆断，那我们确实不同路。别嘴硬了，你知道吗？人的一些本性是怎么藏都藏不住的。当宴会厅里的所有人都屈服我们，只有你们站了出来，换我可做不到这一点。今晚你们的言行已经证明了你们既不认同我们的行事准则，也不像其他胆小鬼那样听话。既然这样，围猎内鬼的同时顺手把你们解决了，不正好吗？招了，招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好好说话。什么？快点，把眼泪给我擦了。
这就来。你不是受伤后被抓了吗？怎么穿着这身衣服？受伤？啊，早些时候，我打算在会场和你们接头，突然发现鲁爷的人正在封锁会场。原来的计划行不通了，只能暂时混入他们的队伍，再找机会和你们见面。虽说我的身份被他们知道了，但他们没有马上冲着我来。看样子是，比起抓我，他更在意和我有联系的商会卧底。我知道他迟早会查到你们头上，所以留下来想办法救你们出去。但你的身份确实暴露了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不先出去通知组织？我怎么可能不管你们？万一云霞有暴露风险，只会给组织带来更大的危机。来不及细说了，快走。趴下。不用这样，我并不想伤害你们。看来跟着严威没错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云霞就在你们中间，对不对？只要云霞站出来，走出这里，坐我的车离开，今晚谁都不用丢掉性命。我们认识四年了，或者换个说法，你对白先生这个代号很熟悉吗？叛徒，给你们提个醒吧，霞明市已经在崩溃边缘，争斗和冲突愈演愈烈。这算什么？人与生俱来的诅咒，只要我们逐利的本能还在，这些事就不可能消失。既然这样，再潜伏下去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和我一样，寻找新方法活下去，毕竟只有活着才有未来，不是吗？叛变而已，
说得好听罢了。所以你想拿云霞当投名状，献给新靠山？因为组织上的规定，我无权获知云霞的个人情报，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。但是严威知道啊，只要搞些小动作，让人们因为种种目的和利益行动起来，我便能顺藤摸瓜，找到想找的那个人了。算盘打得还行，但你就这么确定云霞会乖乖和你走？那倒没有，所以呢，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，泄露给鲁爷的匿名线报里，我说郑恒会知道他们在搞军火交易，打算对此出手。这一方面能确保他对我的线报深信不疑，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借此说服云霞。你们觉得鲁爷所在的那一派会怎么做？取消交易，还是将计就计埋伏起来，来个瓮中捉鳖？你就不怕我在这儿解决掉你这个叛徒？哎，别急啊，现在没到交易时间，我知道怎么离开饭店最快，也有叫停交易的方法，但前提是云霞和我离开。你觉得有人会信你这些话？这里面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我的车，车被改装过，可以收发电报，现在就停在楼下的车库里。车库为饭店员工专用，门口有人把守，也就是说只有和我一起进去才不会闹出大动静。当然你们也可以在这里解决我再离开，但那样做不仅费时，还不能保证你们都能全身而退吧。我不过是想要云霞而已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对她撒谎没有意义。我听说她为人正直，不会看着同伴牺牲的不明不白。那么接下来她会怎么选呢？明白了，对于你的提议，
你确实不像云霞。多留个心眼准不会出错，更何况我确实有怀疑你的理由。你知道吗，我之所以选云霞当我的投名状，不仅仅是因为她有价值，说不定她其实也对组织有所隐瞒，不如和我一走了之。4年来从没失过手，收集来的情报遍布城市各个角落，真有谁能那么神通广大？该不会他也有自己的小情报网，帮助自己开展工作，比如培养一些人，让他们也用云霞的名号行动，搞不好云霞不止一个人呢。而小姐你恐怕不像是这么经验老道的人。确实时间不等人呐，要是再互相骗来骗去，之后会发生什么就彻底不可控了。话还没有说完，你说的对，再瞒下去只会让整件事变得更加不可控。云霞只有我，至于那些传闻，我跟你走后自然会对你说明。哎呀，这怎么还内讧起来了？谁都没说真话，谁都想包庇对方，看来传闻至少有一点是真的了。云霞真是一对璧人，当初组织内情报人员有空缺，我就允许严威发展下线，但必须谨慎行事，只能找一个人。那现在左理事和左太太是怎么回事？你先别听他的，我可以解释。我先搜查这边，目标可能……怎么回事？你是谁？
这都是你做的，是你把它，你第一次用它，有没有被后坐力伤到？你左人，你找到人了。你打算带他走吗？如果他真的是个好苗子，我们说不定可以说动组织。可他自己又是怎么想的？我确实可以带你远离这一切。只要你下定决心。组织原则上不许我带人回来，你的情况又特殊，必须深思熟虑后才能将你引荐进来。我原本想先带你完成霞明市的任务，再判断你是否可以成为情报人员。其中的因素很复杂，我就是因为一直把你的努力看在眼里，我才有这么多顾虑。你一直说想成为和我一样的人，完成我的理想，几乎每一句话都和我有关，但如果真的要走上这条路，怎么能只是因为我而赴险？我又怎么舍得看你为我？怎么？你们？我要你们！没用的人就不必说话了。毕竟我这边还在谈判呢。再怎么解释，还是改变不了这位姑娘不是情报人员，只是个普通市民的事实。虽然你没有任务在身，也接触不到什么理想和大义，只是因世事作弄而被卷入了这一切。但是现在，你们也只能和我走了。
握紧，胳膊不要乱动，然后深呼吸。我要放手了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所以我想确认的是，如果情况危急，我要你将我供出去，你会听从命令吗？无论我的命令有多让你难以理解，你都能保持理性，谨记最初的理想不动摇吗？对不住了，我会留在这里。还真是一场好戏啊。传闻中的大内鬼和他的上级居然都在饭店，楼下的人会有什么反应？没时间确认车钥匙具体是哪把的，你们先去车库。以你们的能力，应该能应付看守，也一定能赶得上。快走，必须尽快撤离饭店，通知还在烟花厂的人。我知道我现在无权再命令你，但如果你还把我看作你的导师，你的家人，走吧，不要回头，不准回头。如果我们朝夕相处的结局，注定是一起被死情吞噬，那我会选择让你活下去。但你要知道，开展情报工作
意味着直面孤独和压力。我们也许会在侠明室潜伏很久，时刻与危险相伴。而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关键，并不仅仅是理想和能力，而是觉悟。你干什么？知道，我已经明白你的想法了，所以才决定。理想，你还有左然，糊涂啊！还是我帮你们做决定吧，拜姓白的所赐，我从这里离开估计也跑不了多远。我活了那么久，绝不能在最后拖累你们。放开我，
再这样下去，大家都会听到，你们就更逃不出。迟早都要听到的，不是吗？你不会是想和叛徒同归于尽？怎么可能？其实我最应该留下来，我本来就在通缉名单上，应该也能帮你们引开敌人的注意。等你们走了，我再想办法脱身就是了。坐了，先别管他们了，用这个给烟花厂发信号。里面还有最后5发，应该够了。急了，
我就在这儿，别担心。你听。他们在交战，素质的人在养护我们。你会没事的。我看到有人过来了。受伤了，先不要动。看样子是到时候了。市里的人在庆祝新年，至少这个夜晚对他们来说是平安一夜。你今年是不是想要礼物？我把他们都包好了，就藏在家里。还有何卡，我先……回家。如果我们真的回去了，你还会生我的气吗？毕竟我确实瞒了你一些事。还记得我告诉过你，我想创造一个人人能靠自己的能力选择未来的社会吗？我知道你能力出众，一定能当好一个情报人员，而我一定也因为理想和私心将你留下来。可毕竟那样的未来太苦了，所以在你做出最终决定，走上一条注定极为艰难的道路前，我想再给你一点选择权和考虑机会。
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看到一个人出于内心觉悟做出某个决定后，随之而来的一切。如果你下决心走上和我一样的路，那你便是当之无愧的云霞。要是你觉得这条路不适合你，随时退出也没关系。是啊，不过现在不用再问了，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不是吗？真诚，如果我真如你所说的那样真诚，就不会。你怎么了？是睡迷糊了吗？我们刚才说到，怎么哭得这么厉害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们可以先找个地方歇一歇，晚点再进城。
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到了霞明市后，我们就真的成为夫妻了。我以后只会叫你太太，你则叫我先生。你觉得你能很快习惯这个称呼吗？左太太。等进了城我叫你。过来坐吧，我们好久没出来透透气了，偶尔一起放个假也不错。衣物总能触发一些回忆，对我来说，只要带上它，便会想起和你共度的时光。不过是搭配外套用的挂坠链罢了，你不用太在意。被你猜中了。霞明市的任务结束后，我特意将挂坠和结婚照都留了下来。好不容易一起拍一张照片，我想将它好好保存下来。等多年过去后，再回首看他，或许会有新的感触。你问这个呀？最近和你一起休养时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托人买下了它。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，却连照片都没留下过几张，总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所以我选了市面上最便携的相机，这样就能随时留影纪念。
还没有，毕竟按下快门前首先要征求拍摄对象的意见，不是吗？其实比起看你认真地注视我的镜头，我更想拍下你完全放松的样子。无论是当初拍结婚照时你憋着笑，结果被我扎得有些奇怪的捧花，还是刚才在街上闲逛你突然停下来打量商店橱窗，这些瞬间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。什么？你怎么在想那个？好，都听你的。也许我应该亲手给你做一个小挂坠盒，里面放上你喜欢的照片，这样不管去哪里，那些被我们视若珍宝的人和事都不会消失，正如我们会始终相伴一样。